唐旭将军、纳兰夫人、李成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这是为何？不瞒长爷，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。真是皇上赐我的好妻子。是谁借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羞辱长府？长爷无非有两种选择：一，向皇上和皇后告发我，让我受到违抗圣旨的惩罚。但此事关乎皇家的颜面，长爷这么做对长家没有一点好处。二，长爷若是硬要了我，以我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定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诬告你，让你长府终日不得安宁。长爷，我们有夫妻之名，但不能有夫妻之实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喝下此酒后，一言既出，金玉不改。